Hello everybody, Toby here. Right now I'm in Zigong in Sichuan province in China, and I'm actually here to meet a friend. She gave me a riddle a few days ago. Are you guys ready? 他来自水中，却怕水冲，回到水里无影无踪. What does it mean? Do you guys know? I haven't figured it out yet, but hopefully I'm going to find out now. Let's go. Guys, I've agreed to meet my friend here, but it's funny, I still have no idea where we are or what we're doing. You'd think this sign would actually help me, but look at this character. I've got no idea what it means. I actually thought my Chinese was pretty good, but I really don't know. Hi, Toby. Oh, hi, 同学.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让你久等了。哎哎，有个问题啊，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它读申。申。那这个字的意思代表的？ 火木兴旺。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见面呢？你还记得我给你出的那个谜语吗？当然记得哦。因为谜底就在这儿了。Let's go， 我带你去寻找它。好，Come on。哎，同学，这个大家伙是啥子东西？它呀，名字叫做天车。哎，这个车有点高啊，是个车吗？比如说 Toby 转过身来，我们叫切过来。 切过来，哈，天车哈，它是起一个转动之意。啊，讲到这，它呢是用来提取千米井下的卤水。哎，你刚才说那个卤水是那个炉柴的卤水吗？不太一样，是字一样，意思可不一样。那谜底是不是那个卤水？回答错误。我可能是天车吧。那天车就更错误啦。谜底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呗。就是盐了。盐啊。 这个谜底跟这个有关系吗？这卤水呀，就是用来制作成盐的原材料，所以我们盐场天车可是必不可少的。想不想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我想看，我真的想看。这个味道呀，是天然气的味道。这口井啊，就是咱们的深海井了。 它不仅产卤，又产气，是一口水火井。这不是很神吗？这口井就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有1012.42米深。1000米啊！对，Toby，你敢不敢尝尝这个水？敢，但可以喝吗？这个水可不一般哦。我是来自于2亿年前的古海水。Guys, can you see this? Real salt water. I'm gonna lick it. 很旱，确实很旱。是，没错，没有什么怪味道。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英国吃的用的盐跟这里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吗？我们应该吃的是海盐吧？这都不是盐吗 ？It's all salt， 不盐吗？其实最直观的来说，还是更咸呀。像我们深海井的含盐率有14%，那普通的海水含盐率只有3%到5%。啊，你这些专业的词我不是很懂，反正我就知道咸不咸，旱不旱。 口感上来说区别也非常的大，对吧？没有那么的涩口苦口。A bit different. 卤水怎么变成盐了？哎，我正准备带你去呢，你不知道吧？我不知道，所以问了。到今天还在产出手工盐。手工盐啊？对。看一下嘞。这边请。喏 ，Toby， 现在就在煮手工盐了。工作的第一步，加入卤水。第二步就是加豆浆。第三步就是我们转磨。 哇，盐就出来了。这个盐不是出来了，它不是这里面不是有黑的吗？脏的东西，脏的，我要把它抹来扔掉。哇，比我想象的中盐呢？家长是我做的哈，哈哈哈。好，1、2、3，非常帅，非常帅，谢谢。哎，下一步就是翻蛋嘛，翻这个里面的蛋用刮瓢把它舀起来，这就是成品盐喽。 师傅，这个水煮干了，反正盐就结束了吗？就好了吗？没有，把这个盐穿到这里面过后的话，我们还要给它清洗一次嘛。哦，烫的，热的。对呀、啊，刚做好的嘛。给大家吃一口哈。看，哇，it's so deep，it's nice，好吃，其实好吃，非常好吃，真的好吃。 哇，这么多菜啊！当然啦，杜比，你好不容易来一趟自贡，我一定要用最高规格来接待你，召唤龙大厨，这里大厨。
你好 ，Hello。哎 ，Toby， 好，好，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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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贡菜属于什么系列的川菜吗？自贡菜就是喊的盐棒菜。哦，盐棒菜，盐馍菜，懂了。我们这桌菜里面比较有特色的叫宣锅兔，这个相对就要辣一点，是不是啊？以前我听说自贡菜比较辣，这个算中等吧。中等哈。嗯，可以啊，也没那么辣，还好吧。香，嘎香，我这好吃香。这是自贡的富顺豆花，用了自研的那个卤水，所点的这个豆花。哦，就是我们今天张婶看到的，是不是？制研过程中产生的那个胆水，也叫卤水。盐是百味之主嘛，是吧？嗯，这个豆花特质呢，就是滚烫嫩鲜，鲜鲜鲜新鲜，对，鲜新鲜。咋个吃嘛？就是舀在碗里面蘸水，加一点在豆花上面。It's really soft， 还是有一点辣。It's a little bit spicy, guys. Toby， 我给你考个谜语。好，问吧。油、盐、糖、醋，油盐的工作量最小。哎呦，那在自贡肯定是盐是最忙的，对吗？那个工作量最大的。哎，是不是油啊？油就放一下就工作就结束了，就下班了，是不是？不对不对。醋啊，没人喜欢吃醋吧？是不是吃醋吗？哎，不对，油不对呀、啊。哎呀，那我真的不知道哎。是盐。盐啊？为啥是盐呢？为什么呢？盐最咸嘛。盐最咸。啊。啊，盐最咸了。哦，懂了，懂了，懂了，可以了。谐音。Salt, as the king of flavor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ooking. For over 2,000 years, the prosperous salt industry in Zigong has laid the foundations not only for delicious cuisine, but has also provid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 certainly going to come back here and I want to bring my family. I recommend you and your family come here and enjoy the wonderful cuisine here in Zigong, Sichuan, China. 有盐，有味，在自贡。Welcome to Zigong!